也请署长，请邱署长。各位委员好，署长好。看你每天都笑嘻嘻的，好像西线无战事啊。实际上，卫生署这一段时间应该是最忙碌的时候，也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是你非常沉稳的应战，而且呢，哎，干嘛？你那个表情的意思说，其实是模样就跟定位，是吧？是，好 ，OK， 好。我们来谈一点这个碘化钾，就是碘片哦。过去国内是不是从来没有人去试验过我能不能制造出来碘片？为什么这一次辐射之后呢，才说国内有某些厂商已经研发成功，试用成功，每天大概可以申请可以生产出来150,000片？为什么？哦，你们去了？你是谁？跟委员报告一下，我是那个食品药物管理局的副总。啊，我是你请教书长，你就啪一路个药去哦，你比书长还大呢。哎，无你嘛讲，给书长讲好啊，无叫下人讲一下呢。苏丁新来，你不是新来啦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基本来怎样？我问苏丁，看怎样无啦？我想这样子哈，我们马上去查了。为什么要查什么？查那个大概几个公司可以做，因为我跟你讲，就是说碘片在医院是不用的，从来没有人用的哈。那么只有原能会它有这个东西。是。但是我们是要负责药厂，看看它能不能制造出来。所以我们当时去查，那么大概他们也收集了所有大概有1700公斤的原料，所以很多公司呢，大概有3家公司都承认他们可以大概一天可以制造150,000粒出来，所以大概有三家可以。如果有三家，一家可以制造150,000粒，那可见我们没几天就可以把全台湾省需要的碘片都把它保持住啊。为什么要去进口？你知道那进口那个是多少？2004年进来的，现在是2011年，已经经过7年。实际上那个碘片拿来是软的。我前天有讲过嘛，我的家乡金山万里那边有人早期2006年就发给他碘片，海边很潮湿，他们就随便给他放在那个橱柜里面，结果开始人家化工辐射哦，爱吃碘片就要看哇，内底拢软软去啊。标题用变质了嘛？那为什么不由国内自己研发、自己来生产？第一，可能保持年限不用到10年，药物要10年还能用。说实在，黑科林功耗啊，已经剩3箱了。那如果能够像普通的药一样，2-3年的一个有效期，我们自己去生产，可能成本都还要降低。能不能去了解一下，也关心，有鼓励国人自己来生产，没事的时候不用生产嘛。一旦有发生辐射的事情，能够大量出来，先保护那些受辐射人的影响，这样不是更好吗？是，是不是？我想这个我们会朝这个方向。好，万一你先回去，我你的代志，那么伊若进京无法度带来，是你才起来，哎，没关系，要给署长这个新官上任，让他自己试试看，看能不能沉着应付我们所有委员的课题啊。其实要应该是鼓励多于责备了，好，因为我觉得这一段时间，不管原能会、卫生署，不管台电，每一个单位，日本大地震、海啸，然后整个国内的整个紧张兮兮的。我另外还有一个。要算是拜托你们要多宣传，就是到底吃什么盐中含碘的，现在有人跟他打盐动作崩在家。听说台盐公司一天以前啊，一天大概出货量是200吨，现在呢曾经有一天高达3000吨，15倍，那他们一天只能生产400吨，一天生产量是400吨，结果200吨每天都出去，所以沉着应付没问题。就忽然间来一天订单3000吨，啊，唔好个在，规个盐村内底拢有盐，啊，那无真正我们要开始了，台湾在闹盐荒，盐吃侪对身体不好哎，你们要赶快讲啊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我想我们在网站上、在资讯门诊、在资讯电话。各方面都有在讲。现在啊，电视的健康节目那么多，我建议你们好自己有官职的人主动上场嘛，主动上前线去说明嘛，更具有公信力。第一个有医师执照的，我们政府的官员说出来有公信力；第二个让人家知道，不要什么海带啊、吃海苔啦、啊，包括现在还有点火锅，加点火锅，加了点的火锅，啊，嘿，本来无甲状腺，甲状腺病，甲状腺，我跟你讲。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很严重，可能未来也会浪费我们很多医疗资源。为什么？吃多啦，有问题啦，开始必须要用我们的健保来支付，来再去医病，这样不对。国人的观念当然保护身体很好，而必须要给予正确的观念。
第一，台湾盐无缺，不需要囤积；第二个也目前没有辐射，不需要吃跟碘有关系的。那更好笑一点是，北海岸地区，他们是核一厂、核二厂所在地。过去呢，没有人去要什么把碘当成宝物，过去没有说一定要非吃海苔不可。现在每一个人都在吃。我问他们说，为什么你们在吃？伊讲啊，那不是讲诶，系磷诶毒杀有代志。我讲啊，迄是日本诶，日本有代志，归岛啊拢有代志，不是摕来咱家诶尔。啊，那咱家是核一核二，核一核二目前是安全的、啊，你根本就不需要即马食起来蛋。我讲迄真正致命嘞。他们才想一想，哦，对吼，啊，我们几十年在家都拢无代志，想到即马日本伫个。底下核能出问题，而我们这边在吃碘片，所以我希望能够多宣导，透过谈话性节目，透过很多公开的场合，让大家知道怎么样使用碘的正确观念，如何让你在身体上防辐射的正确观念，尤其辐射无毒无色嘛，对不对？辐射是无毒无色，你敢知啊？你家己敢知我什么时阵得了辐射？你家己知无？你嘛是家己感觉身体无好，去予医生看，啊去检验，该知影嘛？对。那民众一般怎么办？是，我想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些碘片啊，这些食用啊，这些，我们想在两个星期内啊，会很快的做一个手册先发、啊，然后我们会轮流大家上节目啊，尽量去宣导啊。是上节目宣导、啊這個，或是有很多戏剧性的节目對對對，现在有很多戏剧性的节目都会配合。当时的所谓的应景的议题来谈嘛，我看很多电视剧里面，只要我们台湾一选举哦，哦，一楼开始就去做选举，哦，啊那过年就做围楼，啊那是当这就做收银啊，都有啊。你现在大家正在防辐射的时候，你要把正确的观念由他们口中说出来，他还可以深入到最基层嘛，因为连续剧。都是一些基层，譬如说基层也好，或家庭主妇也好，或是一般比较不太喜欢看文字的人，不是很喜欢。有些人不习惯性看新闻，有些人不习惯人家用手机看无啊，这你都要无孔不入，每一个管道都要让他们知道。想看报纸的人，报纸看得到；想看手册的人，手册看得到；想看电视剧的人，能够由电视剧的连续剧当中了解到怎么样。保护身体，防辐射，如何做防范？这个你打电话，只要你们一通电话，只要你们一个肯托，我相信那个编剧马上会写。妈，这上应景的呀、啊。那么干嘛讲哦？你来看，人因这就实在是一路一路叫先进的，马上发生事情，社会发生什么事，他马上就能够演出来。这些都是相得益彰的事嘛。一起来努力，把这个我想会使用碘的这种错误观念哈、哦，把它改正过来，不然我都会觉得过一段时间，开始给他努力行，不然那个大不贵的，因为真的会这样子，因为他吃的太多，你也知道嘛，如果真的用量错误，吃太多，本来搞不好都有一点点潜藏性的病变，那万一一食用错误呢？那会浪费很多医疗资源，也会让那家庭，因为有人生病而陷入乌云惨雾，而也更会让当事人觉得，哪弄卖就不能得当，弄卖还得辐射，弄卖进户博搞公情册，我给他妈别安呢。所以我们希望一起来努力哈。好，接着我要请教就是，我们现在一直在谈说医院跟医生，过去你们把它当成是什么关系？当然是医生是自己一个独立，就是就像一个小老板一样嘛，是不是？那杨志良把这个问题一揭发出来，由长庚医院开始到现在，未来能不能够让所有的医生都能够配合一起来做？是这个问题，我想我们也在讨论哈，因为杨署长的这决定，我们一定要尊重。但是我们也接到一些问题，就是说对于小医院、对于偏远地区的医院，可能会有一些影响。那大医院比较好啊，大医院的这个。他很早就改成薪资方向，其实本来就是雇主关系啊，不是吗？我提供建筑物，我提供水电，我钱都是我自己收嘛，我每个月再发给你薪水，因为不能按照这雇主关系，你也不是来给我做这个位啊啦，好，你一般是说我跟他参与利用下讲我行的嘛，好，我是提供一个硬体，那不要几只刀啊，几只刀啊，算一个月算万五块，旅行社是这样，电话家己看，接的业务家己接，啊团家己抓，那种是。那种叫做什么？这个叫做独立个体嘛，叫一波代表共的个体户。那医院不是啊，尤其大型医院，仪器共用、资源共用、电话共用、挂号共用，本来就是雇主关系啊，是不是？医生有没有？现在还没有反弹。但是主持人本身是比较是一个算是执行业务所得了，是负责医师了。
嘿，好，这个部分我相信你们更专业哈，那也希望能够把它理清，不要影响到医生看病的品质，不要影响到医生的心情，因为医生的心情会影响到病人的病情啊。我常常看到有很多的阿爸阿嬷欧里上啊，他们昨天才有一个说他要从屏东上来荣总看医生，我问他说你要上，他都告诉我说他要上来看医生，我就说那为什么要从屏东上来看荣总看呢？他说没老米啊，才要去验血，我验血你在高雄买菜验，屏东买菜验，哎呦你不知道那个医生哦，我看到病了好一半，人家笑头笑面多好嘞，你看他就是一个心理感觉嘛，他连验血哦，比如叫他两个礼拜三个礼月过多久上来验一次血，照理讲他是可以在高雄的荣总验血，或是在高雄的什么医疗事务所验血，验完以后把那一份报告给医生看就好了，他不是，他同样上来荣总，一趟高铁上来又下去将近要4000块，还从火车站再坐计程车到荣总又要300-400块，来回600-700，又从早上6点要出门，这样搞一天下来，说实在已经添到要害，不过他就欢喜，他说那医生很感觉说心生严助人好，所以我也希望 你本身是从事医疗工作，你是医生出身，你应该要将心比心，也希望让医生能够了解到他自己身份的重要，责任的重要，不要说因为外界的某些事情收入变少了，或是呢因为有某些规定改变了而影响到他看病的品质跟心情，是应该要小以大义，让他们都能乐于工作了。是，安尼吼，真正我定来讲嘛，金优医假病嘛，金病的无有医。每一个医生在医的都是假病，也表示不至于死的病。那真的是至于死的病，癌症的那个什么药都没办法。那这个时候，你应该要多鼓励、多关心、多开导。我相信对病人一定会有所影响。是，我想我们会。你做模范呐，那像你安尼，逐天爱笑眯眯安尼吼，我相信伊病人看到你吼，病就好一半。我系南部的患者嘛，真济。哈？我系南部的患者嘛，真济。反正有很多是安尼，啊，都但我是要去来看帅哥，唔是要去来看医生。但是不管如何，医生的态度非常重要。我希望以你做一个榜样。说实在，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医生，我相信病人会很有信任感。好，你今天是一个医生，在看病的时候他会有信任感，信任感的话他就本身对自己的病情就能掌控，就不至于慌乱，那这样对病情绝对会有帮助。谢谢，好，容易做 model， 好，谢谢，他可以多宣导，让医生能够把这个医术提升，把这个本身的心情啊个性都能提升，能更好一点。好，谢谢，新来的我还是